文以载道化众生，众生光明享利乐。桂林的文采能引领时代潮流，感化人心。丰富的学习更有助于通过考试，获得名声财富。所以每逢可贵，新生学子因拢会前往各地供奉文昌帝君的庙宇，上香祈祷，祈求考试顺利，金榜题名。其实文昌帝君唔干那是读册人的守护神，举凡任职公家单位，需要考取证照的专业知识人员，以及经营书店、印刷的业者，若有文昌帝君加持，必定能为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。如此，深受文人士子、求功名官禄者尊敬的心志。原先只是一个主动神张阿祖，因为甲董献宗的一段姻缘，从此享有天下。众神在民间，故事代代传。欢迎收看《风神榜神之传说》文昌帝君的故事。上一集咱讲到张阿祖甲杜祖华来到青阳关，看到一只有十二生肖特征的铜牛，感觉非常的神奇。按照张天师的讲法，这是一只神兽，是太上老君上喜爱的动物，伊会当治百病。信众若有无爽快的所在，只要望这只羊啊相应的部位，就会当好起来。想要有新的葫芦，望铜牛的腹肚，保证求助成功。其实这种造型真特别的铜牛，伫个道教的庙宇拢看会到。铜牛身上的部位代表十二生肖本身的能力，生、天性甲参拜，过来望这个部位，就会得到十二生肖的力量。譬如讲，望鸟鼠的耳仔会当让耳孔听甲更加清楚；望牛的鼻仔会当增加耳部的力量。若是望龙的角，就会得到吉祥，事事如意。经由张天师的热情讲解，张阿祖吸收了足济道教知识，对道教的兴趣也愈来愈浓厚，让伊即便在青阳观内台上了已经几日啊，仍然觉得意犹未尽。若不是后来碍于杜祖华的再三催促，阿祖甚至起了念头，要在青阳观过上了一暝。甲张天师来一个深度的对谈，等回到杜甫了后，阿祖又立刻将老子的《道德经》找出来，正确的重新研读一遍，果然有了全新的领悟。从此之后，阿祖不但将一部只有五千多字的《道德经》反反复复的读了超过二三十遍，若是有闲，也会走去青阳观，甲张天师以及其他道教信徒一齐探讨忠孝伦理、善恶报应之说，请教张天师什么是道法自然。道法自然是道家相当重要的核心概念之一，意思是宇宙运行有一定的法则，这就是道。人以天地万物该依循这个道法而生，一切拢是自然而然，本来就是如此的状况。因此，人应该顺其自然，遵循自然之道，恢复原本淳朴、无造作的面貌。同时，爱尊重万物，与万物和谐相处，和合共生，这样人才能以天地相互依循，大家天人合一，无与二敌的境界。张阿祖十分的认同这套学说，真认真地去研究，并且在学习过程中频频获得张天师的称赞。张天师也不曾忘记迄日在梦内，太上老君交付予家己的使命，伊深感
责任重大，决心要一步一步将道教的教义传授予中阿祖。就安尼经过了一年，中阿祖进步飞速，赵天师便决定在正月二十日，道教创始人第一代天师张道陵升天升仙的这一日，要带阿祖前去道教的发源地和平山参加祭典。人类自从进入工业时代，因为生产能力提高、财富增加，开始出现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。社会上渐渐有各种高贵的物件，大家想要追求的物质来满足心内欲望。人类不断地向大自然讨资源，因为人定胜天，可是贪心的结果就是让资源愈来愈少，最后造成生态环境的恶化。张阿祖学习的道法自然的观念，到到今仔也是有伊的价值，因为伊是伫咧提醒大家爱爱护大自然的环境，减少物欲。大家爱知影，一个人真正要提升的，毋是物质上的生活，是心灵的净化。张阿祖一直想要找机会到和平山一游。现在有张天师主动邀约，那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事，因此爽快的一口答应。阿祖的爸母起初虽然无同意，但好佳在有杜念先讲情说，已经过了这么多年，夫妇未搁再追求当初冲那蛇妖一事，又认为让阿祖出去前讲结文，不是什么歹事。夫妻夫妇也就不再反对。出发的这一日，阿祖特意透早就起床，将家己围头、脚卡打理一番，才兴高采烈地出门。和平山位于成都西北方，山势险峻，风景秀丽。据传是因为古代尚有仙鹤栖息于此地而得名。当年张道陵在这搭修炼的时，经常骑乘仙鹤飞升，往返于和平山甲另一座道教名山青城山之间，所以和平山又有道国仙都的美誉，吸引不少道士慕名前来修行，并修建起大大小小的道观。譬如说，上早有张道陵所兴建的太清宫，当时也是道教的祖庭，也有像是延祥观、和平观和三官庙等，都是著名的道观。只是阿祖和张天师抵达和平山的时，天色已暗，实在是不方便前去一一参访，两人便先带入去山顶的下岗道院，打算隔日的祭祀活动结束了后，再游览这的名胜古迹。可是计划常常赶不赴变化，在祭典仪式特别结束的时，太清宫外又传来震耳欲聋的锣鼓声，只看见赵天师随即扬起嘴角笑着说：“诸位，是青城山的范长老来了。”也唔赶紧去接驾。赵天师口中的这位范长老，就是后人称为蜀中八仙之一的范长生。范仙居住于四川与湖北交界一带。蜀汉初年，处处爆发动乱，被车骑将军弟子率兵平定了后，为避免再生事端。宰相诸葛亮已是下令将包括当地豪强望族在内的五千多户人家，统统迁入去成都。其中就有范长生一家。范长生博学多闻，精通天文地理。老毕得志了后，前三番两次地派人去请伊出使，为家己效力。然而，
饱受战乱之苦的范长生不但对政治早已不感兴趣，更为了追求精神上的慰藉寄托，让心灵沉淀，伫选择迁居至青城山修习天书道。范长生提倡仁爱，讲求信义，深得大家敬重，因此被推举为青城山一带的天书道首领。老毕也尊重范长生的选择，不再勉强伊出仕，也册封伊为逍遥公。阿祖曾经在张天师遐读过范长生为《道德经》《雅经》撰写的注解，早就久仰大名。如今有缘结识，阿祖当然爱好好啊把握良机，向范长生讨教道法。范长生见阿祖好学，也乐得替伊指点迷津，又约阿祖甲张天师到青城山去佚佗两三日啦。结果阿祖在外待了将近半个月，才准备返回道府，不料却在回程途中拄上了麻烦。深受读册人欢迎的文昌帝君，一生好清爱民，忽略济贫，有高尚的美德，成为红尘中的明灯。奉神奉神之传说，文昌帝君的故事，勇敢动人的剧情，感化人心。好好的节目永远流传，请扶持节目制作经费。划拨的号码：42274784，号名：十方法界基金会。张阿祖甲张天师坐马车，才行到一半，就被一队装备齐全的士兵甲炸落来，要求两个人落车接受检查。张阿祖看到路边有真济排队等待检查的民众，为因的口中知影，成都即马发生动乱，四处拢有杀人放火的代志。张阿祖听了真着惊。拄我想要问清楚代志的状况，这个时阵突然间冲出来另外一队的人马来攻击因。这群的人马虽然真紧就被打败，但是张阿祖嘛甲张天师来失散，然后传令的士兵下令，将所有的人，包括张阿祖，拢总甲带返去军营。成都的暴动起源于益州刺史赵钦。甲李德、李雄、李刘三兄弟之间的权力争夺，二四兄弟又甲张阿祖往后的人生有着密切的关系。因此，两人先来看这场暴动的始末。自西晋中期以来，由于丁占统治阶级的挟私横行，导致国库开支巨大，使得基层百姓负担沉重。加上晋惠帝即位后，天灾人祸不断，所以形成大批逃亡的流民，因辗转迁都各地，也会不时发动起义反抗朝廷。在即群流民内，来自关中的李氏三兄弟，个个都有英雄气概，并且擅长骑马射箭，更具备领导能力。在多难途中，只要看到破病或是贫困的人家，李氏兄弟拢会慷慨解囊，尽力救助保护这些人。因而深受爱戴，成为流民的领袖。李德也借此机会，将流民因组织成一股勇猛善战的武装力量，带领众人进入蜀地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朝廷发生一场严重的风烛雷斗，史称八王之乱。韩庆一时的风袖加南风在政变中遭到讨伐杀害。赵钦与加南风是姻亲关系，因此伊无想要被征召回中央。赵钦也看准了西晋王朝的衰微，气数将尽。内心萌生出占据蜀地称王的念头，
所以赵钦提出仓库中的粮食，进这流民收买民心，甲李氏兄弟结为同盟。赵钦非常看重李氏兄弟，对因十分的优秀，可惜好景不长。随着李氏兄弟的威望愈来愈高，已经逐渐对赵钦的权力地位产生了威胁。而且赵钦发现刘明君只听从李氏兄弟的指挥，这点也成了赵钦的心头刺。除此之外，李氏兄弟显赫的名声也招来赵钦其他幕僚因的嫉妒，因就趁机煽风点火，对赵钦说：“李家兄弟与咱不是一类的人，绝对袂当甲咱共一条心。尤其是黑李雄，伊手拿强兵，势必就要小心提防，免得有一日伊转向攻击咱，最后背了夫人又折兵啊！”这番话果真引起赵钦对李雄的猜忌，让赵钦坐立难安，甚至起了杀机。赵钦便故意找来李雄问话，想要试探着伊的心意。赵钦计无意问李雄对目前的局势有啥物意见，李雄唔知影对方的心思，以为对方对伊真信任。加上李雄希望人民从今以后会当过着安定的生活，所以就大胆向赵钦建议，不如学习劳逼自立为王的做法，好好啊建设蜀国。只是赵钦的野心，哪会当让李雄看出来呢？这件代志，让赵钦一个当夺取李雄的理由。这个理由就是李雄大业不得，然后赵钦下令将李雄甲叶剑、狄拉总共十几个人推出去五门斩首示众。李铁甲李刘知影兄弟被杀时，伊嘛甲赵钦彻底拆破面，起兵向成都进攻，要掠赵钦为亲人报仇。刘明君骁勇善战，赵钦的部队完全不是因的对手，真紧便节节败退，伊手下将领也纷纷抽倒乌孙散。赵钦看家己清白的美梦破灭，只好匆匆的带着车下搭乘一只小船逃走，却在半路被水将杀害。李德带领刘民兵一个便攻占了成都，可是伊并无依持好军纪，反倒当奉令士兵大肆打劫掳掠，闹得满城大乱。回头来看阿祖，伊在被押往军营的路上，听完其他人叙述这前因后果，不由得感叹万分。伊心想，这个赵钦尽管是罪有应得，但是为了替手足报仇而起兵反抗，最终受苦受难的也是百姓，这不也是天大的罪过吗？再看两边的街道，四处断垣残壁，有一挂也依然冒着火焰。这群刘明君沿途小台抢掠，伤害的真是一挂无辜的百姓，战争实在是太残酷了。阿祖一边行一边想，人间如果能永远无战争、无天灾，永远和睦相处，那该有多好啊！伊又该怎样做才能化解纷争，让百姓安稳的过日子呢？想到这搭，阿祖突然鼓足勇气，对着前方带头的士兵大喊：“壮士，请您唔通阁安尼做，让我去见上李德将军一面，劝伊卖阁如此残害百姓了。”前方的士兵听了，立刻示意队伍停落来，然后行到阿祖的面前，也无等阿祖开口，便忍不防的为阿祖的肚用力挣了一拳。紧接着又是过来一个弹棍，
阿祖随后听起这名的士兵，一代不晓得水，你这个泥臭味大，唔知影天高地厚的臭小囝，居然敢口出狂言，讲什么要见阮大将军，予伊意见，简直是咧找死路。讲完，搁来一棍，阿祖双手被捆绑，根本无从抵抗，只会当夹着喙齿根，忍听无出声。就安尼一路被压入戒备森严的军营中。另外一头，趁乱脱逃的张天师赶紧三步变做两步，赶去杜甫通报消息。同时，与杜连生商议营救阿祖的办法。可想而知，张无忌夫妇看囝儿外出遐久未归，城内又动乱四起，早就担心不已。天天在后院焚香祷告，祈求抓神保佑囝儿会当早日平安归来。无想到这声等来的竟然是囝儿被刘明君掠去的噩耗，确实顿时哭甲呼天抢地。赵无忌同款也是流泪涨怀，连一旁的杜婉月也不停伫咧流目屎。杜连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，虽然伊真烦恼杨阿祖的安危，但是伊真紧就冷静落来啊，分析目前的情势，做出正确的判断。伊安慰无忌夫妻讲。刘明君最主要的目标是赵钦手下遐唔肯投降的官兵，阿祖甲因非亲非故，所以暂时未有性命的危险。伊马上派人去探听消息，唔管对方提出什么要求，伊拢会全力将阿祖甲救出来。阿祖会当平安脱离危险吗？精彩的内容，请继续收看。风神榜神之传说，文昌帝君的故事，咱下回再见。看精华，听重点，一起来聊文昌帝君的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佩晨。张牙子一直想找个机会到鹤鸣山一游，顺便增广见闻。现在张天师主动邀约，他当然是一口爽快的答应了。出发的这一天，张牙子特地一大早就起床，把自己从头到脚仔细打理一番，才高高兴兴地出门。张牙子听说成都发生了动乱，到处都有人在杀人放火，他大吃一惊，正想问到底这是什么一回事。这个时候，突然冲出一队人马来攻击他们，虽然这队人马马上就被击退了，但是张牙子跟张天师也因此而走散了。他被刘明君强行抓走，押进了戒备森严的军营关起来。牙子心想，如果人间永远没有战争，没有天灾，那该有多好。想到这里，他突然鼓起勇气，对着带头的士兵大喊：壮士，请你行行好，让我见李特将军一面，我要劝劝他不要再伤害无辜的百姓了。士兵一听，马上就走到了牙子的面前，朝着他的肚子用力揍了一拳，再来一拳，然后口气不屑地说：你这个臭小子，不知天高地厚，居然口出狂言，简直是找死。张无忌夫妇因为儿子外出许多天都没有回来，加上城里四处发生动乱，他们非常的担心，天天焚香祷告，祈求蛇神保佑儿子早日平安归来。没有想到，等来的消息竟然是儿子被刘明君抓走的噩耗，让身为母亲的妻室哭得呼天抢地，肝肠寸断。张无忌也是老泪纵横，一旁的杜婉月也不停地掉眼泪。感谢您今天的收看，三分钟聊文昌帝君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受读册人欢迎的文昌帝君，一生好亲爱民，扶弱济贫，有高尚的美德，成为红尘中的明灯。风神傍神之传说，文昌帝君的故事，用感动人的剧情感化人心，让好的节目永远流传。请扶持节目制作经费，划拨的号码4227478，号名是方法改基金会。